当机好，昨天晚上是不是有那个失火的部分？昨天接到中心通报说张机起火，那我们火速就赶往到现场去。那由热心的民众引导我们到起火处，那由中心通知说一个红色的一个十字架起火，那目前我们还不确定是哪一栋，所以由热心的民众引导我们到起火灾的一个楼层，那发现是顶楼，发现大量的一个浓烟。那由他们公安部的人员带我们上去，他使用他们的室内栓，然后初期灭火。那是由我们的林小队长跟另外一名同仁，使用室内栓，然后将火打熄。那发现的话，火焰是两台室外机起火这样。那有说为什么会起火吗？或怎么样？目前不确定，原因待查这样。那当时是不是还有很多护士拿一些灭火器上去？后续的话，他们的公安部是有带灭火器上去的。那后来有造成人员受伤怎么样吗？没有人员伤亡，没有人员伤亡。